110年12月7日18时20分，啊，本所接获田姓女子来电报称，所饲养的四只犬只于193线2.1公里处住家前疑似遭人毒死，请警方侦处查出下毒者。案经本所严谨前往了解，啊，田女一共饲养了14只的犬只，但现场仅发现4只死亡，啊，其余10只尚未寻获。啊，现场经严谨搜证结束后，立即进行周遭住户的访查及调阅监视影像，并请报案人至所内协助调查，开具证明单。啊，1日上午，田女再次于现场附近进行搜索，啊，搜索收获5只死亡犬只，总共寻获9只死亡犬只，剩余2只存活，3只下落不明。啊，本所目前仍然持续进行周遭住户的访查及调阅监视影像的工作。啊，另外寻回的9只死亡犬只，业已交由动植所人员吸回进行毒物化验。有关本分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啊，积极侦办。